来开箱了。上周爆肝苹果达美的要死，所以这周摸鱼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手办啦。有没有你拼？端茶倒水的不都是我吗？行。GC 的这只雷姆出盒好长时间了才考虑入手，因为之前买过精品粘土陪睡婚纱，审美呢有点疲劳了，好像能理解身边这群死宅为什么天天换老婆了。你们这样下去是找不着女朋友的。近期呢也是看到玩家的反图居然有隐藏的可托设计呀，官图上根本就没有交代可以这么玩好不，不然公司这帮人早就预定了，害我吃惊。金穗现在每年都搞这些小心机，不过我喜欢。喜欢呗。这次的盒子呢还是挺小巧的，设计风格非常的干净漂亮，尤其是侧面这个真爱蓝部分，背面呢是一些端茶姿势的实拍，这个比较帅气的滚人模式就给了一张小图。哎呀 Oh well Karma's a bitch这只雷姆名为手办，是为等身粘土。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后面提供的这些胳膊大腿啥的配件，虽然不多，但就是能完美还原出两个形态，一个是喜闻乐见的可爱的妹斗，一个是滚人化的黑化形态了。只要一盒的价格就能给你双倍的快乐。现在厂商都喜欢搞什么限定版什么特点版等等，想想去年那个 QQ 的师奖，一个姿势买了三版。对了，其实这个手办呢可以另行搭配一个能发光的脚灯配件，不过在买这个的时候呢并不知情，不能展示给大家看了，很伤心呀。用来防止蹭色的塑料保护膜需要拆掉身体部分呢才能拿掉，都8012年了，应该没有人会刷学姐了吧。这些地方呢都和粘土类似，拆掉之后装上其他的手型就可以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主要还是看看裙子这里，脱掉了之后贼拉可爱，就冲这个蕾丝边的小胖子是不是觉得心满意足呢？不过我记得印象中雷姆好像是有吊带袜的吧，手办这里给省略了，差评。动画中雷姆登场也快差不多一年了，现在叫他过去老婆大家应该不会生气吧。看看我们这一年雷姆的点击，现在你们都天天叫为什么赢不了没良心什么什么的，是不是早就把他给忘记了。先来看看这个侍奉形态，比较平淡无奇，除了脸蛋可爱姿势俏皮之外没有太多的亮点，1:7的比例算上地台高度差不多有22厘米左右，黑白色女仆配色呢并不显眼，所以涂装上感觉不到特别让人惊艳的地方，偶尔还伴随着有中奖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粘土卖得太好了，重心完全不在手办这块。今天这只雷姆呢也是因为鞋带松脱在出货之后被好多玩家吐槽，说到这里腿部结合有点小缝隙，这些细节呢会让人觉得不是很精致，明明被称作手办御三家，现在能吹爆的只剩下尔塔了。托盘是粘在手指上的，正常情况下取不下来，所以一些被大家玩坏带头冲锋的姿势就不给你们演示了。之前买的 GAC 滑坡沙白色加藤会像裙子可托的隐藏福利，官方就是故意不说，想让玩家们到手后才感到惊喜。今天这只雷姆呢也非常的让人意外，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好像是忘记了穿裙子，增加了一点冒失的属性，给把玩性不高的手办增添了一些可以品尝的空间呀，甜甜。那么另外一个重点来了，在包装上一直被淡化的滚人模式绝对能让这只雷姆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很多相关产品娇羞也罢福利也罢一直都在迎合大众，GC 呢把做粘土的热情放在了手办上，一套产品能还原两个形态，一脸变焦的样子像是在说喝了我的浑水红茶做我的人吧。而其他部件的替换过程和粘土人类似，并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倒是手中的流星锤握柄会和手掌的部分发生错色，强迫症玩家肯定会心疼的。替换完毕之后，从脸上的血渍呢就可以看出，这个姿势还原的是第九话中雷姆初次暴走时的那个场景。玩家可以另行购买一个微型的 LED 灯，用来还原犄角发亮的模式，代入感呢会更强。但是这个灯卖50元一个，还是一次性的。综合考虑嘛，还是叫贺奇君 P 图看一下效果，像这样，不够亮，再亮点儿。
哎呀，光说今天那样的。石头上呢，有小伙伴的灯掉到了头，你取不出来，这个就只能等电池自己用完了。哎，不得不说，这个效果绝赞，有没有？请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雷姆呢并不是十分完美，其实表现甚至是有亏于三家的名号，但是便宜啊，现在还能以650块买一个带有替换键的人气角色，还等什么？赶快来关注虾米大梦的淘宝店铺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个店。话说回来，过去的2017年一整年的时间， GC 才出合了13款手办类产品，要多难有多难，反而粘土人那种小家伙呢有几十个出货，估计是粘土人更赚了，进了中心偏移。通过购买的几款产品感受下来，总觉得 GC 都快变成性价比的大厂了，再不做一些精品的就要被别人超车了。目前呢比较期待10周年婚纱森林子，看能不能惊艳全场。今天这款雷姆就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如果无视可多设定，也是目前最正经的雷姆。由于替换键的关系，摆放的花样性大大提升，喜欢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那么好了，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喜欢节目的同学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虾米大魔王，可以和我一起讨论玩胶的乐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大魔王小虾米，虾米大魔西方星，虾米大魔王。不 OK。